你要设点还是我设点？你设好了，你设好了。好，那我就选择这个好了。好，完了，我错了，我太早跳了。对啊，我就讲说，我错了。我降落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不过这好像是大的。我车子来了，啊，停车。Win94应该比较好一点，比散弹枪好。然后我这两个敌人，我操！等一下我玩到四人模式了啦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怎么多敌人？哇！我救不了你。我杀了四个了！哇！我把四个杀掉。我们先走好了。就马上搜一下，就先上七种。我就先搜一下啊！敌人，快打他！我打他！这样子吓我一跳，你怎么不打他？我刚刚拿手枪啊！赶快来啊，敌人！不要信，不要信！散弹之王！不要啊！给你看看什么叫散弹！哇！哇！哇！我再也不要给你开车了。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，今天玩的是电脑版的绝地求生，今天跟雅思一起组队，这一场就是我把它剪成精华、跟大家分享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场什么有趣的内容吧。我们等一下先拿武器以后先找一地方躲起来，我们就归起来就好了、然后有敌人就杀、没问题。还是我们要分开走，然后躲挑战赛？不要，我是新手，不要欺负我啊！挑战赛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也不敢，我也不敢。不要欺负新手，太可怕了。可以跳了，可以跳了，可以跳了。他可以飞过去。哇，好多人在飞哦、喔。好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我们总之就是先拿武器，然后你可以先躲起来，或者躲起来，然后你来找我，这样比较安全。OK。对。你看我多少敌人？亚瑟哪里啊？哦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在我前方。嗯，我刚刚有两场都拿416，就莫名其妙都死掉啊。我可以降落在屋顶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有些屋顶会有门可以下楼。啊，完了，我错了。怎么了？我太早跳了。对啊，我就讲说，我错了。我在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要仙人掌。啊，你可能要自求多福了。没问题的、哦，我曾经拿手枪杀掉乌兹。哦，手枪杀乌兹哦。对，我有哎、欸，我上有一次用手枪杀 M416。哇、哦，这是拿左轮那把7.62mm的那个左轮手枪。嗯，完了啦，我在一个鸟不生，我可能等一下才去找你，我先去找一下武器好了。好，我现在只有弹药。不过我等一下要调一下 Skype， 因为真的我听不太到游戏声音。好啊，那我声音先远一点好。没有没有，等我们汇合就好，因为我现在是把游戏声音就是调小，所以你讲话 OK 的。哎、欸，好 OK。那我可以让那个喇叭远一点啊，这样就 OK 啊。就是我的一个麦克风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再调就好。哇、啊，我降落在一个没有出口的屋顶。你要选一下，就是有那种阳，就是这一次有一个。楼梯那种，哎、欸，不是楼梯、啊，有他的楼梯，可是他的楼梯就是断一半，我要跳下去。哦哦，哎，真过不去。我降落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不过这好像洞房大洞。哇！哦，太好了，土包。你看要不要先躲起来？有我捡个东西再躲起来。对，然后我过去找你汇合，你帮我报一下方向就好了，就大概哪里有敌人。然后我等一下拿一些表那个配备给你。如果我可以活到那时候，加油！好 ，OK， 加油！哦，有，28的散弹枪，又拿武器了吗？有，哦，太好了！我也是拿到28的散弹枪。跟 UMP 啦，这有默契耶、欸！有车子来了，啊，停车了！我要进来吗？
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你爹来啊！Win94应该比较好一点吧，比散弹枪。等下，我这两个敌人，有个还在爬。我安全区已经出来了。我操！等下，我玩到四人模式了啦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怎么多敌人，哇，我要死了。哇，怎么办？不知道，我救不了你。我杀了四个了，哇！我把四个杀掉。哎、欸，快点，快点，聊天室溜一波好不好？溜一波好不好？我一次杀四个，我用两发散弹枪杀四个玩家、欸，哇！太帅，溜一波，溜一波，有没有看到啊，各位？溜一下，溜一下。这可以吧？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我看不到。没有，你可以看重播，你可以看重播。我真的假？我刚故意跳窗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刚被包围了，剩最后一个，然后我故意跳窗，他以为我出去了，然后他就看外面嘛，然后就把他崩打死。不要小看拿铁好不好？下次那个主频道有人刁说，拿铁你只会玩手游哦，麻烦各位哦，帮我出声啊，拿铁是会玩，有敌人。有多少要来我这间啦、啊？我怕，我看到敌人了。上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玩到二打四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错了，敌人超多好刺激哦！我都觉得太刺激了，天哪！完了，牙齿残血了。我现在放什么画面？糟糕，雅思残血了。雅思你还好吗？雅思不讲话了我杀一个了。哦，帅帅帅，好。我快没血了。小心点。我过去接你，我要接你哦，我要接你哦。好，等你等你，赶快赶快赶快。设一个标，设一个标，我看一下。哇，你要走出来，你到这边好了，你到这边来，啊，你到这边来。我在捡包，等一下。好，我去接你哦，我设好标了。好，他们开了两台巴士，好好笑、哦。哇，这巴士会被打爆啊，我觉得。等一下，我先看到怎么走啊。哦，前面有人在打我。小心，小心，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，人跑都跑。我要过去了，我子弹都没有捡到啊！糟糕，那我现在过去会有危险吗？我不知道，有一个人在远距离打我，看到，我看到人了，我看到人了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人了。哇，我打了，我打了，我打了，两只，285方向，两只，我还不起，我没子弹，我死了，我过不去啊。你看我画面就知道了，我没有子弹啊，我是22发、欸，我那边一堆子弹。哇，好准哦，他有瞄准镜是不是？让我看一下，他是有瞄准镜。我刚刚那边拿四倍镜跟二倍镜哦，他这么准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八倍瞄准镜，可恶，八倍瞄准镜、哦，难怪我会输。我想说怎么会输啊？八倍瞄准镜我一定输的、啊，我没有瞄准镜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、哦。要跳哪里呢？我们跳边边角角好了、啊，比较不会死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我们先，哇！可是我觉得都会有人这个好了。L I P P 这个，跳这里，跳这里，跳这里，跳這裡哪里哪里哪里？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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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跳了，跳跳跳跳跳。会很多人吧？不会，放心放心放心，好，相信雅思是吗？那栋真的顶多一两个，不会超过两个敌人，绝对不会。哪里啊？哪一栋啊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我选的那个，就那个区域就对了。好 ，OK。那个区域那几栋都可以，有时候还会刷出一台车子在车库。哦，那还不错哦、喔。等一下右上角有一个，
有人吗？有人？可是在学校附近哎、欸。对啊，学校附近，可是他们基本上不会跑过来啊。哦。我每次万年都是归这里，第五名、第七名都是归这里打。万年都是归这，铁龟流有攻略的、啊。好，你先收那里的，我帮你看有没有敌人。好，目前看到在学校那里跟住宅。对，大部分都跑去学校了，根本没有人要鸟这里。资源比较多。你知道我拿到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卡了 98K。不是，我拿到一把砍刀，就只有砍刀，什么都没有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！我都在种田了、欸，我来看我的秧苗助长一下。我现在不是调 Skype 的啦，我是调那个 Windows 10内建的那个什么音量混音系统，它就可以调每个分页网页的声音。对，对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哇、哦！恭喜你！可是我的游戏音量还是很小声、欸、莫名其妙的小声哎、欸。有办法调吗？有办法调啊！我把游戏声音全部切到最大声，然后。连那个混音也全部切到最大声，怎么我被敌人打到了？哪里？敌人？哇！我输，我错了。我刚才想说那个是敌人，我就瞄一下，结果这被瞄到哎、欸。我现在跳水里面了，逃跑，跳水哪里啊？哪里？哪里？我现在跳水逃生了。桥下对面吗？桥这里，我在桥这里，桥的那个我看要方向哦，你小心 SW。我现在桥下了，我现在游泳走了，你小心桥哦，桥的左 SW。我只有看 one people.Well, wonderful. What is wonderful? I don't understand. I can see a tree. This is you. 金照啊，金照啊，毒圈没来啊，金照哦。I want to kill him. No. 金照，金照。Motorcycle, no motorcycle, no go. 在讲什么啊 ？Okay. I 金照。金照 ，yes. Okay. You understand?Yeah. 我看到了一个水上摩托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。Oh, okay, I go. 我去骑水上摩托车来载你 ，OK？ Okay. 待救补。Wait me. 待救补。待在原地，双手抱头。了解。你到河边，我去骑那个水上摩托车，应该可以载你吧？因为我们坐在外海。嗯。我们现在先到这个地方来。有人。有人哪里？有汽车声，哪里 ？Car. Where? 345。345。Yes. 哎、欸，我去载你，我载你，快来上车。帅哦，上车。跳。要撞我、啊、？Come on. Okay. Here. Go. 哎、欸、，Go outer white high. 外海我用什么讲 ？Okay. 你快看有没有敌人？我们骑这种小台应该很安全吧？我看到敌人了，左边，哎呦，我刚才看到敌人就有中到，左边吗？对，左边刚好看到敌人，走掉了，一台汽车的。哦，等一下，这边是死路。啊，我们这边开不出去哎、欸。我们可以上岸啊。好吧。我们要到右边那个房子里面吗？都可以啊。小心要慢一点哦，不要跳船，然后摔死哦。哦，好。慢一点。我差点就按 F 了。我知道啊。呜，清凉的大海。Let's go。哎，等一下。Let's go party。每次拿到卡的酒吧就很衰，都拿不到瞄准镜。啊，有敌人！我死了。哪里？前面，两个，在你前面，你来动，前面的对面，对你绕路，对，过去。加油，小心哦。哪里啊？没看到人，怎么可能？走进去房子里了，那你快，你现在救我好了，小心。啊！我啊 ！No！ 啊！继续。什么状况？好，我要过来了。我来喽！掩护我，请队友掩护我。有车欸！欸，我车先把它藏起来好了。可是我一开车会不会就有敌人发现了、啊？先不要拿这台车好了。我知道车在哪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开这台车逃跑。嗯。
然后可以守这台车，会有敌人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是我是我。你没有说赞助口令谁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楼、哦、上楼上楼上在楼上。好，到这里。这上面还蛮好守的、欸。等一下，我们等到快缩圈的时候再开那台车走就好了。现在就是先守这台车。这一区一定有敌人啊，在左边嘛，在 W 那边，然后等一下开会过来这边。嗯。只是不能让他马上开走，要马上爆他的头才行。那非常快。啊，看到敌人要说。好啊，会跟你说。他们应该有可能会先进仓库，或不会进仓库。希望他早点来啊，这样还可以捡他的包。还有敌人呢、欸？啊，还有敌人？我说没有敌人哎、欸。哦哦哦，好难得、哦。我还在专心看。对啊，我也在看有没有敌人。我在左右扭头看。我们现在的聊天是你在聊韩团，可不可以聊个日团？聊日团哪一个团体？你看哪个团体 ？One OK Rock 对不对？One OK Rock， 你在听？我有哎、欸，我是个粉丝哎，我还有他的毛巾哎、欸。我对 Spy Air 比较忠实。One OK Rock 偶尔听一下。噔噔噔噔噔。哎，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。哪里？我被炸了，我被炸了。哇，哪里啊？太夸张了，在下面，前面啊，前方，前方，你先打他。我血很多，没关系，不要理他。我先躲角落。太夸张了啦，这外挂入室啊，他直接。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你秒死，为什么？他爆头哎、欸！我开始外挂，太夸张了，他直接丢手榴弹炸我哎、欸！看一次，我看一次，我们完全没有发声音哎、欸！我看他重播，我也在看重播，怎么可能啊？底下蹲着手榴弹丢过去，哦外挂，然后外挂99%外挂，他直接丢我的点哎、欸，而且我完全没有录声音哎、欸，嗯，哦又是外挂，好卑鄙哦，超卑鄙的。你看我重播，你会气死，直接丢我的点、欸！哇，他直接爆我头！哎、欸，到底是怎样啦、啊？你们这是太没实力了吧？这样也要作弊？我完全没有动啊！他是直接连看到我都没有，直接从下面丢手榴弹砸到我的位置、走过来就直接那个了。我没有直播，我没有直播，有观众在问我有没有在直播，没有。哎、欸，现在你也可以开啊！我刚打扫完呢、欸，不要这样吧。刚打扫完跟直播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刚刚下午才开完直播，然后就马上打扫、欸。哎，打扫完你又要我再开一次直播，不行啊，我不行了。可是打扫跟直播什么关系？很累啊，又不太想讲话啊。哦，是这个原因。对啊。可是你现在跟我讲话啊，但你会觉得很累吗？还好啊，还好，对不对？悠闲就是要观众一直对问问题。哦对，很累。哎、欸，你有看什么动漫吗？啊，就开始回，然后一回答，人家就说：“那你有看什么电影吗？”电影你有听什么音乐吗 ？What the fuck！ 这才是真实的雅思。What the fuck！ 我笑了。等一下哦，我现在拿到那个 AK 了 ，AKN。你都没有体会过，回答一个问题就哦。你想干嘛？哦，哎、欸，我先进来的，你吓屁，你吓到了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那你刚才吓到怎样？我先进来的、欸。我想说，怎么一个人站在那边？我在捡子弹啊。哦。拿铁甲师，你们可以种植物，向日葵是不错的选择。向日葵不好种吧？向日葵要一个花田哎、欸。好啦，不然免费跟你们讲免费的专案好了。欸、免费的专案，等一下有日本协同。雅思哥，你这边有人要报名，他说我一年可以赚到哎、欸、18000。谁？一年要赚一年要赚一个月的收入的包养费、欸。谁一年可以赚到18000？这么猛。那时候可以一年可以赚18000。真的假的？这么猛。所以 OK 吗？当然是不行啊，一个月要18000哎、欸。每个可是你不是说可以单月的吗？对啊。好，那你等你赚到18000再跟我讲，再跟他联络这样，然后下面，然后可以透过我这边啊，我这边是服务专线，我这边因为雅思比较忙一点，我这边需要帮他过滤一些人。对，你有日本血统，真假的？你有日本血统，真假的？啊，确定？确定？那你可以讲个，你可以打个日文给我看一下吗？然后我们考他一下哦 ，Kirito 就好了 ，Kirito。去哪里 ？Kirito。你说什么？雅思，你刚说什么 ？Kirito 不是意思哦。Kido 去哪里 ？Kido 我先走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上车的那么快？我们先走好了。Kido
觉得我们要搜一下，就先上先走。我就先搜一下啊，敌人，快打他！我打他！是是是是，吓我一跳！你怎么不打他？我刚刚拿手枪啊！怎么会有人？等下，等还有人哦，小心哦！哇，太好，我有包包了，你帮我掩护我一下，请林兵掩护我。好好笑、哦，他突然弄装备是不是？我现在没有敌人啊，好无聊啊、哦！你不要无聊，你拿散弹枪，你不要找敌人呐、啊，怎样打不到人呐、啊？我真的跟你说，真的打不到啊！你不要开玩笑，现在不要出现，出现我会死啊！赶快来啊，敌人！雅思不要信客，散弹之王！不要啊！给你看看什么叫散弹！哇 哇, 哇！我再也不要给你开车了。这个超级圈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还活着哎、欸！你，我快笑死了！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这样，哎、欸，你那个标要不要拿掉啊？你那个局标我一直误会，我往哪开？不知道啊，我也算不出来。到这里会不会有敌人啊？好害怕、啊！我只希望你不要再撞到东西而已。欸、有敌人无所谓啦。我们今天最后一场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里，好、啊，收。消音器，你等一下到海那个海岸来找我好不好？我去找船只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有人说用游戏诱惑拿铁，游戏什么游戏、不知道，他们说的。游戏诱惑有，游戏要怎么诱惑我？等一下，我先找一下，然后用 VR 游戏 ，VR 游戏。哎、欸，我找到船只了，我找到船只了，好，快，我跑过去，快来哦。那我要归载你吗？不用。好，那你直接过，我去开船好了。毒圈来了，我快到了。毒圈来了，我快到了。哇，我被毒了。在哪里啊？你为什么开走了？哦，我你去开船啊。OK， 好。我来了。冲向毒圈。你到海，到岸边找我，到岸边等我，我来了。快点，你快到海上来，我来了，我也要来了。秋名山海神来了。有人问说拿铁喜欢姐姐还是妹妹还是雅思？你走哪里？我快到了，我到了！哇！快跳，快跳，跳！快点！不要鬼叫，快点！糟了了！好，哥，走，你赶快吃止痛药。哇，好，可以哦。你这个海象，我这个风象可以。哪天喜欢姐姐妹妹还是雅思？什么鬼？我喜欢女生啦，不要知道好不好？等一下哦，雅思上次说152不错，本人152。哇，丽娜也在帮自己推荐了，她说她152，可是你还有四年才能买得起一票。对啊。对啊，152我觉得 OK 啊，但是，哎呀，18岁，不要问我标准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啊，我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，大家了解的，看我开船的方式就知道了。Hello， 幻影说他也152，到这边相亲台，我们是欢乐台啊，不是我爱红娘啊。哎，等一下可能要收补包啊，因为我身上没有半个补包了。我给你，我这有27个，26个。26个也太多了吧？嘿、yes. 嘿、欸，我有研究过的。我给你16个，我留10个就好了。好， okay. 好，我们现在慢慢来哦。我现在瞄准镜，我们先看有没有敌人。我们现在守护这个房子啊。目前没有看到敌人。我在看山上跟有人，我看到敌人了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先看他去哪。终于找到一个了。我以为这款游戏只剩……不要杀他哦。没有，射不到他，太远。等他过来。他在山头啊。让 AK 之王解决他。我可以把他引进来了。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。你不是说要用 AK 之王按他不来的？没有，让他自动过来嘛。你开枪还是要有人啊？对啊。我们可能要慢慢移动哦。可是可能要走29营口敌人，我先看可不可以瞄到他。你先借我过一下，我瞄瞄看。啊，这边挡住了。对啊，我们要移动嘞，57秒，我们会中毒圈，这圈很毒哦。好，好，要走了，冲了啦！你在哪里？在外面了。OK。
我们走上面好了。好。欸，不行啊，走上面比较优势欸。可是上面好像有敌人，刚好看到他。先移到安全区再说，小心后面哦。嗯。我刚刚听到后面有枪声。你脚步声是你的脚步声吗？对，我的脚步声，我在你后面。哇，我们要找一个好的地方归。还有八个、七个玩家，是不是？七个敌人。嗯。哇，我们在下面、欸。中间一堆房子。糟糕，我们在下面这样没有优势哎。等一下，这边可以先归一点。我先归一下，看有没有敌人。我看到一方向有敌人，山上，对对对，一60。好，我知道，我来。你上面哦，小心哦。收拳哦，小心哦，你刚移动，不见了、啊。他应该是往上走了，我觉得啦。先上来，你先上来。好，左边有人，300。他另外一个山坡，左边有人哦。好，我来。因为山坡后面应该是那棵树那边，我看右边，看右边。我看到了，他蹲下来，等一下 ，boss 了！哇、哦，怎么太准了吧？太准了吧！啊，我上不去，没关系，我还选很多，我先跑，往下跑。好，太准了啦！太夸张了！他是丢手榴弹，他丢手榴弹。你其实不用过去，可以先救我。哇，你跟他拼哦！其实可以先救我说、啊，完全没有找他，我完全找不到他。OK， 那今天呢的那个要怎么结束？相亲台就这样结束，相亲台就到这边结束了哈。然后大家记得要找雅思的话呢，首先你先准备好18000，18000是一个月哈。然后300万的部分是包2年，再来就是你要先达到18岁的门槛，这样你就可以拿到入场券。好，然后如果你们现在想要报名的，请记得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给我，然后我会在稍后呢。再找时间回拨电话给大家，哎、欸，回拨电话给大家，我开玩笑，回留言给大家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雅思台的，不是雅思的相亲台，今天就开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，直接订阅我跟雅思，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